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以赛亚书26:3，尽心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神无所不知，凡事都能。对全心倚靠他的人，他是唯一终极的保障。尊主为圣，尽心敬畏仰赖他，才有满足的喜乐，完全的平安。世界动荡混乱，相信神不变的慈爱和倚靠他的帮助，我们才不会被四维的骚乱所惊恐。唯有定睛基督，在任何情况之下尽心倚靠他，心里羡慕他，切切寻求他，赐平安的神必将诸般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，使人大有盼望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宝贵的话语，让孩子纷乱的心被安慰。你要我艰辛依赖你，不看环境，只看你的应许。主啊，我相信你的应许，求你开孩子属灵的眼睛，不看环境，单单仰望你，帮助我像小孩子一样单纯，回到父的怀抱，经历你的爱与信使，在你的恩典中刚强站立，帮助我一生不断地艰辛依赖你，随时寻求你的帮助，一生享受在你极大的平安里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